我要来开始演讲以前，我来先问一个，我逐届伫问的问题，我问你一摆。啊，若知影答案吼，卖一声就讲出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报告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若讲这句话对的人，请你举手。我未讲答案，我听我一句话。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我讲一摆，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那对个举手。你看，我讲恁足自私诶，同款两句话嘛。啊，你台湾是台湾人诶，台湾，所以宽政伫倒。国宾饭店是国宾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就是讲你无国宾饭店的所有权，你敢有国宾饭店住伫遐，安就你的。啊，你怎啊住伫台湾，当然就是你的，伫法律上未通啦。这就是即马，即个中国人，中国国民党也好，中华民国民进党也好，一讲到暗，伫媒体甲恁讲的，还够足多呢。所以咱台湾人为出世到今日，一干干拢生活伫矛盾的内底，啊，但是家己唔知影。搁一句话你听清楚，那有人甲你甲问啦吼，像何瑞元，你甲问讲吼，你是英国人嘛是美国人？搁讲一摆。你是英国人，嘛是美国人，对不对？对不对？啊，唔对，健康嘛。啊，那我甲你问，讲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你即马较大声啦。今日咯，我对蔡英文不满意啦，因为今日报纸讲伊昨。讲一句话啦，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敢对？安怎唔对？因为中华民国无台湾这块土地嘛，是啥物人给你的？世界所有的条约拢无签这点啊！啊，所以有个人就出来讲啊，日本放弃台湾，所以。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其实伊讲这句是折射，毋是日本放弃台湾啦，应该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我讲一摆，日本政府毋是日本呀，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日本毋是敢若有日本政府尔呢？日本政府顶管还佫一个人，啥物人？日本天皇啊！哦。你住伫台湾，你毋是住伫日本，你对日本的天皇这个制度拢搞不清楚。啊，你敢话讲日本放弃台湾，所以扣着的人伊，意思就是安尼啊。敢那你伫路的扣着一个皮包啊，看看倒边正边看，那无人伊了，跌落去。那这种的吼，算啥？侵占啦。所以美国甲你讲，台湾独立代表战争。不是中国要跟你打呢，是美国跟你打呢。因为美国说，我虽然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你台湾这个土地要是我美国的占领地呢，占领地呢。所以啊，台湾的问题要解决，没有第二条方法啦，要靠什么？法律啦。因为咱没有武器啊，咱没有刀啊，咱没有枪啊，咱也没有原子弹啊，咱都遮少人啊，真正台湾人才1900万人尔尔，啊1900万人是足迷惑做的是有影啦。那么台湾人敢那牛嘞？啊，若有钱好赚哦，无食饭嘛无要紧呢。遐家庭小主，大家就是安尼呢。所谓做事人，你甲看卖啊？啊，因为夭寿陈武雄讲哦，台湾的农民一干干做1000久啦。
实在是有这种的台湾人是足见笑的。你台湾人自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啊，你敢知影日本大地震311大地震的时阵啊，咱看到电视，全世界拢震惊啦，震惊啥？哦，日本人咧遐要特殊，要去迄个超商买物件排队，迄个汽车伫行走的时阵啊，排队拢未超车。各位，全世界甲俄罗，台湾人甲俄罗，过去台湾嘛是安尼，你敢知影？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时阵，一直到1945年9月底。60几天的时间啊，台湾无警察，台湾人拢主动，治安啊，犯罪率是零。各位，迄个时阵全世界的国家对台湾的这种的情形啊，嘛拢恶露呢，咱大家无看到尔啦。你甲兵以前遐报纸，外国的报纸，对台湾人这种的主动啊、阻碍的这种的心啊。全世界恶露呢，台湾人啊，爱恢复1945年迄个时阵迄种的精神啊。台湾人若由民政府来执政，咱大家人拢真清楚，不要贪污，一心替咱台湾未来来打拼，咱一定咱建立这种的国家，对不对？各位，今日理想来讲，台湾是确确实实是一个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土地，只不过日本天皇受到马卡塞和平宪法的约束，伊袂当讲话尔尔。伊虽然袂当讲话，伊会当摇头，会当点头，所以咱台湾都要照日本的宪法那条路来去走。台湾要怎走？要走自治的路，自己管自己啦，自己管自己，若干年以后来游说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制定分离条款。不是你要发独立就独立呢，没那么简单呢。有宪法控制在全世界要给你看的时候，你就要有分离条款，台湾才会当独立建国呢。所以台湾上济到即马为止，目标是伫自治，家己管家己。Commonwealth 邦联，这个邦联类似于加拿大、甲英国、Australia 甲英国、纽西兰甲英国的迄个情形同款。英国袂当去甲你管加拿大，袂当直接去管 Australia， 但是入这个女王啊。是因这几个国家的表面上的一个精神领袖。今日日本天皇在1945年4月7日公布日本的迄个诏书，和台湾这个土地在国际法的内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同一天，日本的贵族院、众议院通过法律第34条。规定予台湾地区3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伫顶礼拜，日本的外务省和咱民政府谈判的时阵，因拢无否认讲迄两个诏书是假，因嘛讲迄两个诏书甲今日有效。外口拢毋知影呢。啊，若台湾这条路行通的时阵，即马就爱看日本了。啊！这日本要看，爱看啥？爱看美国。美国有甲咱讲，你台湾既然拢知影这个代志，美国会甲咱帮忙。啊，这个帮忙伊要怎帮忙？所以这边哪阵有去靖国神社的时阵，因为12月23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咱要甲参拜，咱要甲祝寿。当然啦，日本天皇现主席。在咱所有的人的心内底，袂当感觉讲伊真大，还是讲伊有啥物了不起？但是各位啊，日
本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要佫是真真正正的伟大的人物呢。日本天皇今日无受到所有日本人的敬拜，是因为日本人来内底有插一挂韩国人伫内底。即是讲，因为韩国人伫迄个43号迄个法令的内底啊，嘛是同款有得到参政权，所以利用迄个机会，日本有韩国人有几百万人啊，变做日本人。今日日本人咧后悔，伊讲迄个时阵，那恁台湾人较早来变做我日本人，今日日本袂变安尼。所以日本人开始咧觉醒，台湾人嘛开始咧觉醒，咱一切行法律，咱毋是要政变。咱是讨回咱的主权，咱要管家己的这个权利，占领这么久啊，也可以的啦。钱给因乌了嘛，未少去啊。啊，若讲到这个所在，其他的代志我嘛爱甲各位讲一撮。经济，大家拢烦恼，讲美国欠中国一条7000亿万。日本，伊欠日本是差不多9000亿万，但是1000亿万到今日为止，中国继续伫买美国的债券，是安怎？啊，你咪要叫美国讲，你爱较紧的，你欠的钱爱较紧还。我直接要讲一个咧，互你听，你就足简单的当清楚，听清楚哈。我若欠你100块，我不对；但是我若欠你1000万，是你不对。你听有无？再讲一摆，我若欠你100块，我不对；我若欠你1000万，是你不对。啊，你听无？这简单的道理啊，你咧惊啥？中国的财政部长讲。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买美国的国债的啦。美国的财政部他说，哦，你不买啊，没有关系，我自己买。这天刚还没天跟中国的财政部出来说，我买，我买，我买。为什么？啊，你不是说美国欠你这么多钱，我不爱买吗？我告诉你啊，美国从1970年开始升这个汇率啊，美金的升降升这第三摆啊，我甲观察啊，这第三摆伊安那算？你不爱买吼，哈，很简单嘞，美国甲你印，啊那印迄个地，美金会安怎？贬值嘛，啊，美国毋是欠你伊走偌济吗？啊那贬值一角银就好啦。一降银就贬值偌济，伊会投机呢。所以美国一直压迫这个人民币啊呐升值，伊无要升啊，伊无要升就是因为伊出口足济物件去美国嘛，伊赚外汇嘛，啊伊人民币不升值嘛，所以美国一直压迫。我讲美国你免来迄套啦，你就照迄套甲算了就对啦。黏个起来，黏咪落来。伊一年敢那算这个外汇啊，敢那美国叫我多有这个资金尔，升外汇啊，升降啊。美国一年上少赚伊一年的军费拢总，人家叫做债多不愁啦。啊，若真正讲有一天大家要起配面，中国捌甲美国算过哦，差不多伫6个月以前，有一天熊熊伫巴黎的外汇市场。但100亿的美金的外汇弹出来，奥巴马惊一跳呢。啊，但是罗贝亚上个处理，甲咱美联动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伊去处理了。啊，我甲问讲啊，等一下安怎？要买啊？怎么样？我叫日本买啊，日本一天就甲买掉去啊。啊，利息煞变到日本去赚，够未？若要算外汇，啥物人拢毋是美国的对手啦。中国14-5亿，他拄啊
蔡主席有甲伊报，迄个蔡职员啊，蔡总理有甲咱报告过。迄毋是讲你的外汇多就好啊呢？你的外汇60%-70%，毋是掌握伫你日本诶，即个中国的政府内底呢？掌握伫外商呢，包括台商真多呢。所以迄个外汇啊，毋是讲迄个国家强不强盛的唯一表迄个指标啦。15亿个人赌伊迄个钱啊，外汇钱甲赌落去吼，无偌济钱啦。真正好个是啥物啦？是台湾啦，4000亿，2300万，那遐抵押卖算2000万，足好个呢。所以你免烦恼，台湾的经济还阁非常的用。啊，中国的武力有好啊，无诶歹，我甲你讲，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前一天，日本人有29架航空母舰，中国到今日一架都无啦，敢若有一架会当做海上旅馆的航空母舰啦。迄架航空母舰是因迄本来是香港甲买甲买做海上旅馆的呢。你知影航空母舰若到货吼？讲到这个船要安怎做哈，我相信在座有船长，你都拢真清楚。迄船是一过一过一直倒呢，甲飞机同款啦，一过一过倒呢。有真个内底创好了，才去甲倒起来呢。啊，互你倒好啊，啊，才要来补物件，各位啊，很困难呐、啊。啊，个中国看到伊个钢板呐、啊，伊无多生产呢。航空母舰，刚才要降落，飞机要降落啊，迄、那个尾椎啊。迄个要甲搞起来，迄个物件啊，歹势，中国无法度做。要甲日本买，日本无爱互伊；要甲英国嘛无爱互伊；要甲法国买，法国嘛无爱买。甚至要甲苏联买，苏联嘛讲我不卖。安尼即款的国家，讲伊的武力伫偌强，有伊的武力真强。伊16岁以上拢爱做兵，伊是募兵制啦。但是呢，伊16岁以上的这些兵啊。是一大堆啦，你知影大学生几个？全部所有中国的兵啊，内底大学生毕业有几个？你知不知？安尼啦，安尼几个？你知不知？唔是50000的，嘛唔是5000，500。这种的部队要用前主席的战争，差得太远啦。所以，咱伫惊中国，唔是惊啥物，咱是伫惊报纸啦。报纸刚刚甲你吓，中国的飞弹咯，啊，讲到飞弹1000多粒，那1000多粒哦，你听我甲你讲，迄千多粒是冲天炮呢。我无你讲冲天炮，我讲你听你就知，迄、那个火箭啊，导弹啊，要导弹的时阵爱靠什么？爱导航呢？导航有三种固定的，第一就是机械式的导航，迄真未准，迄若要拍。101啊，才拍来咱家呢啦。第二用雷达啦，第三用 GPS 啦，有 GPS 这个用。但是这个 GPS 是什么人在控制？美国啊，拢总12粒啦。啊，那这战争的时候，美国安那关起来，车没去啊，冲天炮。所以，那你惊啥？啊，就是讲好，互你拍，拍来砰一下，拍在咱隔壁来讲。上这一个坑啦、啊，一个洞啦、啊，直径2公尺啦、啊，迄是心理上啊，心理害怕。伊拉克两伊战争的时阵，遐飞弹拍唔到几百粒，有无？死几个？无几个呢？啊，真正用枪、步枪嘛死无几个呢？迄步枪你唔通想讲吼、哦，迄战争吼、哦，迄是演好看的呢？啊！若真正你用枪你拍吼，拢袂准呐、啊。遮查甫拢做过兵嘛？你做兵的时阵，你只啊，正刚刚甲我讲，伊拢拍遐足准，你举手我看卖你有几个？啊！你若无几个，你举手都表示袂准，啊，拍袂着嘛。所以战争才勇敢的，啊，其实袂战啦，即摆免战争啦。Google Earth 你知影无？电脑啊 ，Google Earth 拍落去，全中国所有的街道、马路。清清楚楚啊！迄是商业用的哦，啊，那军事地用的哦，更加清楚。
你对一天胡锦涛为一对一人行啊行出来行入去，拢清清楚楚，对一天去变装清楚。要见证要哪见啊？咱的心理啊，爱先建设。心理若无建设，你就惊啦。我敢直接讲一足大声的话，全世界的土地要解决，一定要用法律。所以，奥巴马当选了后，因为咱这个官司当中经过两个总统，布希甲奥巴马，啊，奥巴马真歹势，伊都去寻着，寻着呐，法律要出庭。伊真正六个单位伫开会时阵呐，伊真正提起我的名呢，伊拄啊当选就知影我的名袂歹呢。这人到底啥物人啊？我拄啊当选总统，啊，就甲我告。啊，四界问，叫遐台侨伫华盛顿地区叫去问，遐会长甲叫去问，这人到底啥物人，拢不知道。啊，落尾啊，因为我直直甲放风声，我还要告呢。叫人来甲我问呢，伊还要告什么？各位，我有搁甲告啦，我告两项。第一，你当年你予琉球的人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琉球护照，啊，我台湾呢？我台湾的地位甲琉球是同款吗？日本天皇的诏书，日本的法律。已经将我这个土地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爱甲交代啊！你去琉球法官，你当然对我的问题爱解决啊！你即马叫中华民国来，啊，中华民国是招惹政府呢，是流亡政府呢，所以蔡英文讲的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哦。啊，那真正今日的台湾人，哪个去骗去哦？真正迄个物件会食你啦！伊家己讲的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有讲有无？有人无听的无？啊，有人无听的？卖因遐紧啦！流亡政府后壁迄句话是啥？你敢知影？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啦！会讲一摆好无？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安尼，所以中华民国就是马英九，也是迄个蔡英文当选啦，嘛无效。台湾还阁防战呢，所以阿扁啊，甲李登辉连续21年做总统，我都改变。阿扁啊，落尾啊，伊唔敢讲事实，伊敢若讲，我都无可能，都无可能啊。李登辉做13趟都无可能啊，啊，我做这8趟，我哪有可能？原因伫遮啦。所以前提的问题，你家己爱去研究。当然，我叫你研究是过分啦，你都无读战争法啦。啊，我研究真好呢，我嘛有方法要甲解决啦。所以我把美国直甲呛声。我即摆过迄个护照，我是偷偷啊过的。伊知影，一定阁叫人来讲，敢若亲像，大家讲马英九的身份，马英九的身份。民进党划规波啦，讲伊护照啦、绿卡啦，无人行动啊！我你妈甲告，不告呢？啥物人甲告？林志坚甲告啦！我告甲美国 CIA 爱飞来台湾来甲我讲，来甲我讲实话。莫怪卜瑞光讲马英九的身份很复杂，为什么复杂？马英九。伊伫美国，伊申请绿卡以后，坐车、坐汽车、坐去多伦多，然后用伊个中华民国个护照飞转来台湾。所以理论上、法律上，马英九今日还阁人伫美国个内底。马英九有6种名，所以你民进党，你真正要甲讲起马英九？你嘛提出个行动来个攻击，安尼啊！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是法律规定讲绿卡会当选，你就莫个浪费时间啊！你就甲直接甲讲就对啊！绿卡我甲你讲，自动放弃是不可能，绝对无可能自动放弃。
那要放弃，一定爱去签物件。人去全世界法律拢甲你规定甲好些好些。敢那咱台湾啊，无读册，安拢家己解释，家己感情安尼想，就安尼讲安尼。有一个大佬伊讲，台湾已经民主选举，总统家己选啊，所以台湾逐渐演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那安尼讲伊等于出以后，恁到实行民主啊，安尼逐渐演变为国家，咱家大家主动变成国家。讲实在啊，就是安尼啊，你不要想吗？国民党甲你教讲，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咱读册拢安尼相信，含我都相信啊。所以若讲要讲推阿民啊，我是第一个啦。啊，甲我认真研究了，我才知夭寿啊！我若是台湾人，就毋是中国人嘛。我若毋是中国人，这个代志是真简单的代志啦。啊，我愈讲就愈复杂去。就一句话，马关条约已经将中国甲台湾完全拆开。其实美国的法律内底啊，有讲真侪这点，你台湾人家己无注意。讲啥？例如我头头有讲过，上海公报讲，上海公报1972年2月28号，上海公报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得知 acknowledge 啊，被翻译做汉文啦、啊，很主席讲啊，翻译为认知啦、啊。你唔相信？你等于领导，你老因为汉文的字典，你甲变换认知，这个认知不？没有啦，字典没有认知啦。什么所在有认知？日本的字典有啦，日本的字典在这家有啦。所以我甲翻译讲，迄 acknowledge 叫做得知啦，得知是啥？听到。我听到，我美国听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各位你什么人？你这么搞不清楚吗？你什么人？台湾人对不对？啊，伊讲两边的中国人跟咱有什么关系？跟咱有关系吗？人美国本来就比讲你无讲你的代志啊，啊，台湾人家己跳出来，真奇怪。现在台湾人、哦、有很多原因出地底，我跟日本人在笑也笑这样。问你日本人、哦、大家都很好啦，但你的学者都不是学者啦，翻译乱七八糟啦。日本的翻译旧金山和平条第二条，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欸、这句话、哦、我最近直直提出来、哦，所有学者直接知影讲，有原来就有毛病伫遐呢。Renounce all right， 迄 right 无加 S 六块无，我叫无写。迄、那个 right 安那 ，all 的后边读过英文的各位啊，复数啊，复数要不要加 S？ 哎呦，我今天后边无写呢。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呢，无写呢。你敢那看伊无写，你若知影讲哦。不是全所有的权力，不是全所有的权力量的力，啊，跟那个主张呢，一定有留一部分嘛。所以日本的我那个前的吉田茂，一共啊，1963年一共的啊，一共哦，我日本没有放弃台湾主权，我只有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力 ，right of sovereignty。台湾人唔知啊。以前去带我们那些台独的那些也不知道 啊最近我写的这些才开始会说怎么说的怎么对呢，你还要研究我呢。1947年意大利 和平条约里面23条 A， 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不 claim 呢 to 什么索马利亚
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的权力跟权力，力量的力跟利益的意，和台湾这条第二条差几滴呢 ？Claim claim 什么意思？主张、宣扬、宣誓。所以，你这个所在，你得让来了解台湾的地位对日本和索马利亚对意大利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台湾对日本来讲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索马利亚这块土地对意大利来讲是殖民地。哦，啊，你就知影。你唔相信？你若听我这讲课，你出去外口甲人讲啊，含遐国际法的朴素啊，大家都可以决对。咱拢到法律来，每一样都是法理，拢绝对无一点点家己的感情啦、啊。今日除了讲《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外，还阁是万国公法。万国公法都有讲到啥？权利甲义务啦。我甲你讲，十九世纪的以前，马关条约以前 ，sovereignty 这字啊没有。中国人唔捌什么叫做 sovereignty 主权。也不懂，他们不懂，应该也要啥管理权、管辖权。因就是讲管理权、管辖权，就是啥问题 ？No， 无共款的啦。所以，今日台湾的地位，美国人是安内无爱一声，佮讲个足清楚的。因为你台湾人还佫戆戆，这是美国佮讲，唔是我讲的吼。你台湾人。真侪台湾人，现在头脑还阁未清楚啊！你都唔知影家己什么人嘛？啊，你要争取啥？你能够争取什么？我当时要过美国以前啊，我敢那想过要过什么？我想想一当呐、啊。啊那，我相信以外头脑是想想一当哦。啊那，遐腿啊要要想想十当呐、啊，我无骗你。人权呐、啊，我为人权下手啊，无唔对。你讲你要告一个国家的时阵，国家免诉，就是国家会使唔免接受诉讼，有国际法有这条。但是国际法内底无讲国家违反人权，你不遵守，人要甲你告可以。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系，台湾人去予国民党剥削，你拢唔知啊。各位，你想看卖啊？你若唔免做兵，啊叫去做兵，这有违反人权无？当然违反人权。迄、那个即马过去，前是怎啊？有人要选总统的时阵，迄、那个一个什么特伊啊，特甲迄啊，三年啊要拖一年，迄什么人？路易特啊！我看到迄、那、哦、個，我真正会爱笑。推啊面推到啥未白上呢？你拖一年要创啥？你还拖三年啦、啊？你还问中华民国讲，你反对一条法律，叫我去做兵？你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无修改嘛？你无修改，中华民国都无包含台湾嘛？没有包含台湾，我当然台湾不在你中华民国宪法的保护或者是保障或者权利之下嘛？你来叫我去做兵，你过去是我的敌人。今日做兵的意思是讲，我战争的光辉啊，就是我要效忠迄个国家。啊，本来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啊，今日咱去做伊的兵，吼、哦，笑到无济。不是我讲呢，全世界拢安尼讲呢。你知影，很主席，今日上课郑志才先生啊，伫澳洲啊。摕中华民国护照，人伫遐咧对啊 ，ROC 是法国的一个制药厂啦。这是实在呢，啊，台湾人唔知啊呢。我甲你讲哦，迄张钞票啊，中华民国的一千块，迄张啊，你若含以前的中华民国一千块，你甲比较看卖啊，内底印刷无同款啊，伊即马开始闪积印嘛。有一天啊。免偌久啊，拢未用的。
啊，你敢问讲，诶、欸，害啦，啊，未用我咩啦？我中华民国的钞票足侪呢。那照我所了解的金融，爱去买黄金啦。黄金即马一盎司，美金才1800块、1700块左右。那照我计算，你听我清楚，你莫跋倒嘛。一盎司20000块美金，因为1970年美金和美元呐、啊，迄、那个美元加迄个黄金呐、啊、脱钩啊，尼克森不变。脱钩以后啊，美国开始大量的印美钞啊，所以啊，美金绝对大量的膨胀啊，所以中国，你讲伊讲伊嘛无偌讲啊，我人民币我都不爱生蛋啊，我就不升值，看你要怎么样。啊，即马美国去制定法律六块哈，当然啦、啊、吼，我爱讲一句话啦。中国共产党无台台湾人，但是中国国民党是台台湾人。咱今日当然中国国民党的票咱袂当得给伊，但是民进党挂一顶中华民国一顶帽啊，咱袂安怎？两难呢？其实也嘛不讲两难呐、啊。要安怎叫醒这个20%的人啊，卖去甲当票啊？我看嘛真困难。哎呦，啊，人昨都某咪人都送咱2000块，啊，咱规家啊无嘛当一票啊，好人，伊台湾人足高言呢。伊即马都进步，进一步啊呢。伊即马5000块甲你买，伊嘛知影你真巧啊。只要你去当票的时阵，也无人看啊。我摕5000块，我当予别人，伊无遐戆啊呢。伊即摆拢安尼，5000块先予你。但是选举前两天啊，歹势哦，你的身份证摕来我才寄，你就无多去当啊。所以，咱逐个人有真侪拢感觉讲，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发展会愈来愈忝，其实嘛未忝啊。美国政府确确实实正正经经甲咱通知，这边蔡英文和柏瑞光见面的时阵，伊甲柏瑞光改导啦，导向台湾民政。用你美国支持一个组织叫做台湾民政，有这个组织伫反对选举啦。啊，若无这个组织哦，我一定会调啦。我甲美国讲 ，CIA 来找我，我甲讲，王浩，我甲支持。啊，若无调，你变怎？你变成我台湾，对不对呢？其实，美国的国务院大部分拢是我中华民国，美国的国防部大部分是我 TCD 啦，台湾民政府啦。但是这个所在啊，我们就非常两难。有当时啊，这四个单位和咱讲的指令啊，无同款啊。所以我都一定爱等下讲，我若听这条线甲这条线两条线拢同款的时阵，我才敢落去做。譬如讲，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甲我讲。摕台湾民政的身份证，唔免签证，会当入美国。啊，一个单位讲，不用护照直接可以进美国。我这听到足震撼的呢。但是我即马有发展讲，伊即马要制作台湾民政的这个身份证啊，这尼啊用心啊，用这尼啊一个功夫伫内底啊。他们讲，我已经开始相信讲。不用签证，而且免护照，要给咱入面。这个等于护照的呀，谁都没有办法伪造啊。各位，你看到这个吼、哦，干那遐字吼，丢娘娘了。底部的部分啊，美国有修改了，就是
我头拄啊，互各位看到这张啦。迄底部啊，因为用安全的方式所印的，都要用放大镜去看的，所以真紧十一月吼，我相信啦，十一月第一张拿落来吼，到咱差不多十八期、二十期左右吼，外口爱排队咧，因为我相信迄时阵吼，大家才会来觉醒，才会发现讲哦。原来这是真的呢，还有很多人还在走那里，会让中华民国抓起来吗？没啦，因为我昨有发一张，昨日发一张，他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政府写的文，你有看，那正式的文呢，那是正式的呢，他说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呢，他没跟你说合法啦，他说不是非法组织呢，但是我要说中华民国是，他没说也不是非法啦，怎么说，他是叫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进来啦，但是流亡是不能就地合法是一定的啦，但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他有犯很多犯了战争犯，譬如啥，第一叫咱去做兵，第二甲咱扣税，各位恁有扣税无？遮细声，无违法的吼。恁有扣税无？唔敢讲，含一只你都唔敢讲，趣味呢？啊，你要讨无？后摆讲较细声，拢歹行个。中华民国袂当甲恁扣税呢，这是占领区呢，神社啊！不是说只能不能给你扣税，你就要给我钱呢，虽然美国要让重建基金400亿，就是这呢，他有给你轰炸总统府吗？那人叫总督府，有给你轰炸吗？有啊，要赔呢，炸一半掉的呢，啊，有很多人的家在人中南部，那米二狗是每天去给你走走脚呢，要赔吗？要赔啊，大家都不晓得要赔呢，啊，打死也要赔啊，无唔对啊！啊，即马中华民国甲你讲迄套，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你就免赔啊！科技加有影，所以各位啊，他拄啊蒋维文蒋教授伫讲，你有听无？含一挂台湾人，就要假做讲伊是中国人，叫你提倡伊个中国语文。一定要恢复咱的台语文，咱的囡仔真侪已经拢不晓讲台语啊，特别是原住民，原住民的囡仔真可怜，拢不晓讲伊的迄个母语啊，这拢是一个问题呢。所以我有你甲美国讲，你若无较紧敢还我台湾这个所有权，给我台湾人来管管家己的时阵啊，我台湾这人会去予消灭去啊。所以各位啊，民政府若无爬起来，你卡侪钱都无效啦。1949年6月15日，中华民国发行新台币一块换你40000块古代票，一块换40000块，你听有迄个意思无？一块换40000呢？你若一栋老厝是40000块，明仔就剩一块尔呢？所有的财产都无去，所以你今日做好业嘛无效啦。我甲你讲，真正啊，我去中国共产党迄边啊，中国共产党对台湾这些人啊，绝对袂容忍讲台湾要自由民主啦。伊若要甲你剥了了，我随在你啦。我四间学校叫中国无理由的哦，转手去。没有理由呢，我在学校，我在中国在办学校，那是正式的学校呢，照道理来说，正式的学校，我没有赚你的钱啊，只是赚学费而已，啊，因为生意一个好，说叫他要跟他合作，啊，不合作啊，
还制造假债权呢、啊？啊，假债权唔免经过法院哦，逐天就送一张，讲你欠伊偌济，逐天就送乎你哦，啊，你一帮食饭同款哦。一天因为有一天摕400万的出来，哦、我要死我400万。一个甲问讲，啊，我当时好好欠你400万，你嘛敢讲一下？用以前的迄个号吼，我400万，啊，你无要紧，好，400万哪准有啦？你为对一间银行领的钱，为对一个银行汇钱，我从我家的床铺底下拿的，啊，送去法院，法院免叫我去问诶，一定爱还。啊，去甲省长讲，省长甲我讲哦，为了国家的稳定，你就先还吧。我甲你讲，我够好赢，够较好赢哦。我就会倒了。不过呢，我算真有决心的人啊！我相信无人像我这种的啦。我吃一点亏，你别就不爱行你啦。你不爱行，简单啦，我甲你来关啊！我真正甲关呢，关15天呢。啊，关15天，有当咱听人讲哦，台湾人去犯关吼，也好笑，这些人蛮犯关过。迄铁门轰一下，吼、哦！迄规个心啊，那才凉去，冷去。啊，我嘛安怎呢？我嘛用头脑想呢。好，我绝食。哎，绝食吼！我跟你讲，你后摆你若要绝食的时阵，爱记得吼，爱啉水啊。我嘛小可有相信呢。阿姨吼，伊惊我自杀嘛吼，叫一个有大学毕业的吼。诶，人诶，毋是大学，迄无大学，他是中专生哦，拢爱做外，毋是助理，较好康助理，甲我服侍啦。诶，寒天呢？哦，我甲你讲哦，我甲即马位啊，我头脑内底也想着迄段都要过年啊。啊，过年哦，因拢偷台地诶，啊，伫远诶四川嘛，迄远诶所在，我台地诶，伫甲半暝就台地诶，只叽叽叫安尼哦，哦，我心情有够歹呢。啊，刚关伫吼查某的监狱内底啦。哎、欸，你免烦恼呢，这关伫查某伊边无啥物代志啊，是讲啊，无啦，无安慰啦。关伫查某伊边因啦，查某伊边听讲一派啦，啊，一间拢关20-30个呢，啊，我已经敢若关两个人，哎、啊，夭寿冷哦，迄就敢若迄当初咱一只寿温同款，才6度呢，迄边比6度搁较低啦。啊，6度吼、哦，啊，要安怎？伊惊我冷啊！啊，一天吼、哦，供应迄个啊做温水吼、哦，你免听无？讲这敢有敢要听？啥物事我不爱听，要讲无？较大声，我才要讲啊！要啊！好，免拍煞，免拍，我讲。迄足冷的对嘛吼？啊，就用迄、那个。你知影，你即摆我是不讲你啉水吼，是阵塑胶管啊，吓，我是拢会回想迄个代志。迄当阵吼，我用迄较大罐的塑胶管啊吼，啊滴啥烧水，啊毋是我滴啦，伊迄个来含我关做伙防止我自杀迄个吼，吼滴啊滴滴吼，一罐一罐规规矩矩甲放喺我的棉被内底温烧啦，别位的20-30个吼。是无烧水呢，关伫遐是无，我是遐算真享受。啊，我开始绝食，我绝食落去吼，啥物物件拢不爱食啦，偷偷啉水啊。啊，第三天哦，惊着，因知影讲惊着，啊惊着吼，因叫我安怎食，你知嘛？我迄阵有一个管家啦，上海人15个，伊予伊来甲看，看着我吼，看着我哦，跪落去，双脚摸咧。靠！当时你用你唔通死啦！你若死吼，阮这500几个家庭吼，唔知要安怎啦？咱慢慢滴流目屎，看到迄款情形哦，目屎哭哭的。哇，好啦好啦，我来吃啦！我只讲我来吃吼，夭寿哦！迄个家工吼，欢喜噶，马上叫迄个炊事兵哦。赶快，你不要吃什么，赶快煮给他。我说不行了，我已经饿了4天了，我要吃稀饭。哦，煮稀饭。啊，你要每一天来要采购的时候，就来给他问，林先生今天要吃什么？
今天烤鸭，明天要吃什么？烤牛肉。我说这享受啦，啊，享受的时阵哦，开始哦，哎，底下开始在想一寡代志。哎，逐天听到米，迄隔壁吼，迄查某囡仔红脸，伊讲，伊逐天在唱歌呢。哎，哇，伊只会唱歌，那遐好康啊呢？哦，啊，因就伫一边讲话，我有听的嘛吼。啊，因大概迄阵规个教拢已经知影我关伫遐啦，我学历上悬啦。伊讲吼。家家里啊，唔捌关过朴树啦。啊，迄查某囡仔在遐唱歌吼，啊有阵啊，伊就走来边啊，啊就讲，我甲问只仔讲，迄法轮功的啦。啊，我讲你往心怕无？伊讲没有。我讲你袂惊哦，我不怕。啊，要关偌久？我不知道。也好笑啊！啊，遐个人吼，啊落尾啊吼，因拢捡着啦。我逐天有迄烤鸭、烤鸡、烤牛肉食对不对？我拢分互因啦。所以因遐种大家对我偌好咧，啊，所以甲第四天我开始食，啊，十五天结束的时阵吼，省长中央啊，敲电话来甲我关心啦，因为因迄当阵道理讲啊，伊讲我伫中央有人啊，因为特别讲吼，伫迄个时阵天进前啊。我甲以前的国大副议长叫做谢龙胜，我捌代表李登辉啊，甲中国谈判，你有冇听过？迄当然是统一纲领的时候了。统一纲领还未通过哦，先去甲中国这里讲，我亲身参加的。落尾啊，连前的选举。连前要求中国军事演习，我亲身参加的。所以当然到这个时阵为止，我对其对现主席台湾的所谓政府啊，民主这个民进党也好，国民党啊，完全彻底失望。所以我走回来以后，2004年是2002年6月29日。逃到金门，无死去。我伫金门的地雷区呢，迄讲也是命运呢，惊400公尺的沙滩哦，一粒地雷都无打着呢。啊，我前一礼拜四个阿兰啊，打地雷爆炸，翘起。啊，我正400公尺一粒都无打着。啊，迄当阵我有酒抓啦，迄段佫讲咧，佫足长个啊，无爱讲遐济啊啦。这段你自己看书，所以我讲到这就是说，我现在真正有感觉说，台湾的这款命运哦，天生注定。很奇怪，为今年的2月份开始在那里受训，每两礼拜一期，每两礼拜一期，都没遇到台风呢。有几个拜我说啊，是啊，这拜免上啊，台风就转向。今日北部落大雨，南部落大雨，敢若咱遮无落雨，无你毋相信，你敲电话去问，你的朋友若是台北个，还是南部看对一人无落雨，敢若咱即地无落雨，你看这有奇怪无？咱伫升旗，民政府个旗开始升，开始放炮，旗拢升了，风开始大降，每一支旗啊，劈甲直直。各位，我无迷信哈，我再讲一摆，我不迷信。但是我是你讲，敢奇怪，有遮尔啊济代志发生，啊，咱民政府搁伫成立。当然，我知影各位过去2004年，我开始咧发表的时阵，我是互骂到臭头的，讲中国给我钱啦，啊，叫你卖投票，就是中国给我钱啦。但是呢，我就是今日讲到现主席为止的时阵啊，甲你讲是甚物原因叫你卖投票？我相信在座还阁规半的人啊，迷迷糊糊啦。即马伫听听，有道理，等于吼，人阁讲的都阁无道理去，就是台湾人啊。所以我常来讲，你一定爱去看册。我小问下会使无？
新台湾论，你有买？你拿手我看卖啊！哦，感恩哦。但是这钱不是我赚的，我先跟你讲哦。500块嘛，无啥物好赚的，我先跟你讲。这本册不是敢那美国含日本外务省都拢摕转来，因即摆拢会甲我问问题，我每一条我甲回答，因讲奇怪呢。啊！你哪有这么多资料？过去台湾独立联盟、民进党这么多朴书，啊，他们都没看到你说的这些资料，啊，你都为对来的。各位，我跟你们说实话好吗？吓死听不爱说了。我跟你们说好吗？美国CIA 国家安全档案在我家了，好你也不好呢，好那些朴素也不好呢，都英文呢，多管你知道，我的两个人管啊，你只要那些英文读到刷，你眼睛把你保证烫烫，啊我真正运气真好，我为2004年，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要相信吗？我真正当坐在椅子上连续坐几个月无叮当，干那看这些物件，啊，不是干那看呢？重点，搁将要紧的甲提出来，甲台湾有关的提出来，所以我才会当写这么啊完整的台湾地位的真相啦。你有欢喜无？啊，拍破啊啦！你拢未晓拍破，我感觉拍破应该欢喜，就替我欢喜。对啊，爱人讲，有人替我讲话，你有听无？哦，最近我搁伫变一出中国国民党会真头壳疼的代志，我去收购，伫美国甲收购古董店收购中华民国发行的黄金债券。你不是中华民国跟我说要再跌吗？黄金债券你要赔吧？你顶回写中华民国呢，我才过已经开一遍电了。黄金债券如果照他的条件，一张要赔我几亿，如果赔他有钱吗？有，我要给查封他的财产。你拍破也无道理呢，我财宏财散啊，钱我要叠落叠下叠，安尼你拍破啊？其实我感恩啦，其实唔是啦，我有叫一挂朋友啊，我去买迄个黄金债券，即摆你甲搞对唔对？我大家拢有照做哦，黄金债券来赔钱，大家拢啊摕出来建国基金哦，当然嘛好，唔是你的钱嘛，真系。我跟你讲，叫你讲一支、两支旗啊，500块都唔敢买啊！你来看嘛，啊，即摆拢好咧。讲旗啊吼，恁等于吼，甲美国人、美国政府已经送你美国的国旗啊，你都爱挂出来啦。啊，不是挂，干那挂一支吼，人看无啦，就是你美国大使馆的。你都爱挂迄支，啊，搁一支民政府，搁一支占领旗，三支甲挂。啊，人做生意，保证你生意红兴旺啦。我来看命，我是讲实在呢，各位，因为美国到今日为止和咱进行的代志有够多啦，为2006年10月20日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啊，美国人拢一直照伊的定数，即马咱的民政府成立、内阁成立、州的参议会成立，即马已经进到什么程度？各州的准郡守啊，准。甲康体、康体甲西体，爱开始找啦。所以有一段民进党甲一段台独联盟的讲哦，啊你遐你拢占了了，我咪要摆倒。我讲恁当然嘛袂当摆，你来来受训啦。你没有受训，我当然不排你啦。但是咱来去日本靖国神社甲参拜了以后啊，日本政府答应讲，予咱派八个参议员甲众议员，我甲你讲，即个门口的。不完了，
大家拢要争迄个地位啦。所以你若有子弟，日语读个真好，听有会晓表达嘞，二十岁嘛无要紧，派伊去参与。我讲真个呢，我毋是甲你讲假呢。你爱等伊吼，爱去我的网站爱去看，毋是我的网站，台湾民政府的网站爱去看。各位，你也要看网络，你举手我看麦。手放了，奇怪呢，看到遮济人哦，我当看拢十几个人呢。你也去看台湾民政府的网站，这个网站，你也看迄机啊，哦，迄仿家己神的呢。不是用人工创的呢，摆个滴滴滴，天去帮忙咱呐、啊！今天呢，常常吼、哦、台北风台、南部风台，遮都无雨嘞，好奇怪。这个所在嘛，坦白讲吼，咱来感谢迄个游先生，这个地主啊。等下爱甲游先讲，你有甲拍破啊？嘿，今天这个所在遮尔啊舒适，咱做中心。李登辉当时要废省，美国甲动，讲你袂使废省，原因是着，落尾啊，伊改做动省，因为台湾。这个台湾省政府啊，实际上这个组织就是等于 civil government， 等于平民政府啦。你这个平民政府，你若甲取消去，美国就违反战争法，所以美国甲李登辉讲，你袂当取消，所以甲今日咱阁饲29个资议委员，一个月50,000块，阁坐高铁拢免钱，但是。我相信这个台湾省政府这块所在，到今日拢无去叮当，有滴想讲要等某一个人呐、啊。你听有无？有啊，安尼我免讲。各位，时间愈来愈迫切，民政府需要人呐、啊，但是唔是需要一挂会贪污的人啊？你讲你头脑无好，不要紧。你照规矩办，你若无想要贪污，你一定会办甲足好个。我绝对安尼相信。今日台湾人毋是无人才，人才啊，拢家己约束掉个，拢砍掉嘞。爸母甲咱讲哦，囡仔人有耳无嘴，政治毋通管。各位，政治你若无甲管，政治就甲你管。你像讲，咱即马毋免做兵，咱毋免缴税，即进前我来讲个啊。但是你拢毋知啊。你像讲，伊即马你互你选举，选举是一个统治个方法，统治的方法。你统治要用独裁，还是要用民主，拢会使。啊，你统治个时阵啊，你要互你选举。在这个选举，敢有平等？无啊，哪有平等？你讲也要讲，袂晓你也要讲袂无平等，是对一点无平等，你敢知影？你敢知影？我甲你讲，民政府后摆来咧选举啊，因为咱即摆民政府设计参议院是免选举，由台湾民政府中央甲州政府命令，众议员和台湾人去选，因为台湾人最爱选的。众议员可以去选，啊！但是众议员要选的时阵，袂当像即马即种的选举。咱要将众议员要候选人拢来，甲住伫饭店，一骹步都袂当出离开。你有啥物政见发表，政府替你做；你要讲电视，政府替你做。啊嘛袂使有助选员，安尼就无红包啊嘛，安尼就无贿选啊嘛。啊，若安尼算起来，真真正正的人才啊，都会浮出来。啊，若乌都唔敢算。我昨日讲过，
变形绝对要彻底实施的，因为有很多人不怕乖呢，但是很怕打卡汤的。那个打卡汤不是咱囡仔时代爸母给咱打那种卡汤呢，那这种的变形哦，那时候很严重的，我没跟你骗哦，我给你保证打两个，你就打在眠床上打一礼拜爬不起来，啊，吃自己，你犯罪我哪会给你吃要怎样，吃自己。所以我真真正正的相信，台湾若无彻底改变，会害啦。台湾人政改变，台湾的房屋措施改变，我从上届起迄种靠土地去赚钱的。但是哦，我嘛爱承认啦，我的祖先留足侪土地，我若安尼讲，我妈妈一定袂同意。会当一个人摕遐侪土地要创啥？所以啊，我一定会做甲真公平、真公正。18岁以上查甫查某拢有厝。啊，你会讲，我来经台北市的，我买经庄卡，免烦恼。高铁全台湾拢通啊啦，住伫地拢共款啦。你推阿面，你叫住台北市啦，那客户住伫海边啦。我即摆，你若有上过，你若知影对嘛？后壁你拢经新经海边的，啊，遐台北市，互遐中国人去住。后摆台北市的预算无通遐济啊啦！你知影即摆艺人啊，电视遐艺人啊，拢是中国人，你敢知影？你知影毋知影？你甲点名点名点看卖，大家都中国人，大家拢中国人。啊，若生了较歹，迄就台湾人啊。啊，伊就跳过伊，台湾人就无相识啊，学问低啊，袂晓做工课啊，贫惰啊，罗马拢是台湾人啊。啊，水当当个拢是因中国人啊！我在座各位，我要甲恁正式要求一点：以后讲话袂使讲大陆迄两字。啊，若讲大陆迄两字啊，爱罚恁罚100块就好啦。啊，若我罚了你，我若讲迄两字，甲罚10000块。安尼有无？好无？有个人无拍破，无尊重哦。会使哩无？拢爱拍破啊，拢爱拍破啊！我告你讲，哎呀，你免怀疑，我逐工搭一个通，迄个酒干啊，迄个罐头啊，我一工甲你剩100块，你看，我足好个，我甲你讲，我足侪朋友啊，拢袂记啦，一工甲讲迄两字啦，爱讲中国，袂当讲迄两字，安好无？恁家己讲啊，我想讲100块嘿，我10000啦嘿，我若讲迄两字，互你抓到10000，啊，这个钱吼。不是骗我的啦，这个钱哦，大家拿来吃吃的，这样好吗？咱民政府自从2008年2月7日正式成立，向全世界194个国家 announce 宣布，有两个国家跟咱共和啊嘛承认，啊第三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安怎承认呢？伊跟咱回批。回批写台湾民政府，哦，大家看就欢喜。承认讲咱叫做台湾民政府。这边顶礼拜，外务省阁派人来甲咱见面。特别讲，顶礼拜要甲外务省见面的进程，嘛有两个中国人学者来甲我见面。这两个中国人甲我见面讲的，讲3点钟久。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一句话吗？用林先生，我们服你了，你讲的话我们找不出任何的破绽，完全依照法理、啊、这个也打破我了、欸、真厉害的打破就要跟你讲、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学者等下一定写报告给北京。其实北京吼、哦，伫2007年，有关研究渐渐完了，伊嘛开始研究呢。伊叫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带84个学者，用武汉大学做主体来研究渐渐法，嘛出版册。武汉大学，你若外口无定买有嘛，无一定渐渐法。
武汉大学出版，那简体字啦，我甲看，我也要看简体字呢，因为我办好嘛。内底内容哦，和我研究的差不多是一模一样，但是我那不一定抄我啊，但是呢，我甲看看哦，欠一页啦，台湾无写啦，所以。根本中国的北京啊，已经足清楚台湾的国际地位啦，唔是伊个啦。但是咱台湾的推阿明叫蔡英文啊，要去讲，咱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啊，袂记伊家己讲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唔知要安怎呢？恁讲要安怎？你嘛无法度。你嘛无多讲一号尔，一个办法尔。选举的时阵去佚佗嘛，其实你甲传伊嘛袂调啦。我昨有昨日有算互你听嘛，啊，加歹看的。伫这个时阵，伊太无多站出来讲，你中华民国唔是台湾的政府，阮拒绝选举，阮拒绝选中华民国总统。我拒绝选举，安尼美国马上站出来，我给你保证。阿遐皮亚面的无爱，伊就要做官，是安怎？我太不爱选，我选一票我有三十块的，遐戆腿的台湾人转乎我呢？伊在讲咱呢？转一票可以三十块呢？四百万票就三亿两千万呢？啊！去选举的时阵会当无款呢？苏家全讲这边要无十万，哎、欸，十亿啊！我看不止十亿，我无甲你骗。啊，这钱拢摕到，啊，无就是刚刚甲你讲哦，加入联合国啦，每一年都带团去纽约啦，一摆拢开几十万呐、啊，七偷偷的转来，大半我拢先替因讲啊，中国打压。啊、中国有什么关系？你中国打压是怎么笑死人呀？中国无遐厉害啦，我跟你讲，啊，中国吼，不过中国有一点厉害，我咱讲天然话。中国的学者比咱台湾这推阿面的国际学还是学者较牛。我跟你讲，因为这中国的学者，我跟伊交手过。那平平安尼来比啦，美国哈佛大学遐学者的水准，甲中国来比啊，中国当然比较歹啦。无我研究啊遮清楚啦，但是呢，咱伊研究的精神较好，较有。啊，台湾遮拢用感情的，我唔知遐朴素啊，还是拢安那提，真正。不过咱台湾朴素真足多啊。砍棒啦，落一地乱，讲就朴素啦。啊，朴素拢无头咯，真个啊，朴素拢无头咯。我袂知影，我无爱读朴素。你知我想要去读朴素，我甲你讲吼，有无？会记得无？我都想要较早摕到啊。啊，无想讲无代，无是你读朴素，才来研究这足艰苦个呢。我真个真加艰苦个。啊，想讲无爱研究，有当想讲要打退堂鼓呢，我无爱骗呢。这几年来吼、哦，足艰苦，你敢知影？我想想，我没过这款日子呢。我一个人都爱住一间啊间套房安尼。你们通想讲我住较足好个厝呢？我厝是真济啦，迄是阮公租个啦。啊，我家己住细细间啊尔呢，内底拢册。我通想想吼、哦，我唔知是哪一间金吼、哦。到了无好习惯，我妈妈嘛安尼讲呢。像你拢以前转来以后拢歹食头路，啊！你公司底下你也歪去上班。我一个月都八万块好摕，我也免上班啊。我研究这个，当然我是吼，我野心也真大。我从细汉我都拢野心很大，高读册嘛吼。所以我讲，你这里拍破啊。我跟你讲，想到啊，啊考
啊，唔知要家己要替家己艰苦，还是要替家己欢喜，还是要悲哀啊？啊，即马行一半，无行落，敢会使哩？你讲会使哩无？我你讲嘛，你拢自私嘛？你拢自私嘛？行一半，唔是你咧行，是我咧行呢？哦，感恩哦。不过讲实在啦，已经特别成功啊啦。行到这步吼，来，我已经知影，我真有把握，不是99%，100%。对啦，这个破案就对啊啦。但是呢，爱需要大家人来帮忙。你唔通讲后摆讲想后加迄期吼，后加迄期是当时2021、2022、2023吼，你唔通讲，我安尼30、40个都爱来一摆呢。大概100个拄啊好啦，哦，一支人讲100个吼，安就紧啊啦，安尼洗一只一下就够啊嘛。啊，若一支40、50个哦，哇，我着加洗一摆呢。各位帮忙好唔？好。加洗一下，好唔？好。你甲我答应拢爱做着，我先甲你讲哦。啊，无你巴肚疼，我先甲你讲哦。各位，但是你虽然讲要替民政府找人，找迄个适合的人来后摆来做迄管理政府啊，我即摆讲实在话吼，你也较正经的，就是你爱找对的人、好的人，哦啊有头脑的人，年纪大也无要紧，年纪少也无要紧。咱现主席，我正式直接宣布，咱现任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检察官甲司法人员有8人伫咱遮受过训。警察有6个现任的来受过训，所以咱的人才真多，有咱医生嘛真多。咱的医生包括陈楷模，恁拢知影来咱遮演讲，伊非常的支持。恁知影陈楷模是啥物人无？陈楷模唔知哦，哦系啦，陈楷模就是吼、哦，迄个湘西啊有啊哈，两个连做第一刀迄个人啊。啊，就是阿扁啊的御医啦，迄、那个萨斯，伊领导迄当阵行政院来解救着台湾，即个萨斯的主导者啦。有相片啊？无啦，这毋是啦。这就是吼、哦，2、3年前啊，我替阿扁啊无写迄个诉讼去告美国政府吧，啊，要求啊即个高检署讲甲我传讯啦，啊，传讯的时阵啊。也无甲我写，我是被告，还是证人呐、啊？啊，你知影我去法院，我哪讲？你要听无？这里也有，这里也有。我法律专家，我坐咧，我第一句甲问，我请问，我今天是被告还是原告，还是被告还是证人？迄、那个推阿面的检察官甲我讲，你是被告也是证人。我讲等一下，如果我是被告。我可以说谎，如果我是证人，我不能说谎。因中华民国法律安尼规定呢，证人袂当讲白话，啊，若讲白话啦，1年以上7年以下呢，伪证罪呢。啊，若被告天花乱坠，温州在你说，讲甲伊相信，迄推阿面也相信就好啊。中华民国法律就是安尼啊。啊，这个你若会应用的吼，你若后摆拄到甲人拍官司的时阵你会当用呢。那有一摆你若不幸去被告，还是做原告，还是被告的时阵吼，你会当咧辩论，安尼你讲到一半的时阵吼，甲法官要求讲，我要对方当证人，你让当场提出来啊。啊，即嘛当证人吼，对方法官就会问讲，啊，你要不要当证人？啊！伊若讲讲以后吼，啊，开始啊，摕一个书类互伊签，就是讲伊袂当做伪证。啊，你甲见过？你如果做伪证，是1年以上7年以下哦。啊个哈，我甲你保证，若迄个官司拍来吼，伊会甲你和解。哎，卖阁拍，卖阁拍，要安怎拢记在你啦？这是打官司的秘诀。所以。那做一个好的律师，拍的官司拢嘛赢，会甲今日我拍官司拢赢咧，我伫美国拍官司拢赢咧。
无简单嘛，对不对？啊，你都唔免拍破啊！我伫美国，我伫夏威夷哈，我有一块土地。哦，袂使，我只讲讲，国税会来找我，所以这后摆再讲。啊，你扣袂着？啊，好啦好啦，讲给你听啦。本来吼、哦，拍官司的时阵吼、哦，真不利啦。啊，落尾啊吼，我家己去处理。啊，美国的官司真出名啊，美国的官司袂冤狱啊。美国官司呐，有一个叫做 deposition， 有点类似于听证，都不上听证。啊，这不是听证者啊，无法官哦，干那些书记官，你原告甲你的律师。对方被告甲被告的律师，安尼一句话来一句去，一句话来一句去，安尼，我甲你讲，迄款啥物代志拢问甲清清楚楚啦。啊，我印象够深啦。啊，毋然一半休困对不对？啊，伊甲伊的律师去讲话，啊，甲我的律师去边啊讲话，啊，讲话倒转来，对方开始第一句话甲你问啥呢？请问原告，他拄啊，你的律师甲你讲啥？水无，老无，我两想呢，别讲别菜，别讲别菜。啊，你知我安怎讲的？我算头脑袂歹呢。我甲讲，阮头拄仔你讲吼，我甲问讲是安怎，伊的办公室只狗吼三只脚。啊，弟你落来拍破我只调啊，你落来。啊，敢问伊的去狗敢是只三只脚？不是啦，我有别讲。不过吼、哦，我一个讲遐，迄律师吼、哦，啊，迄个被告吼，啊，甲书记官，大家笑到要变过。啊，迄官司我判，我摕3800的美金嘛，哎，3800万美金倒转来。我唔是你俄罗讲我好野人啊，你卖甲我无款啊。我是你讲吼、哦。咱的人生内底有真侪代志用法律当解决，用法律解决。我是咧讲这个例，互你听。今日台湾的问题也是同款，咱无刀无枪，用法律会当解决一切。这是我今日伫这个16届的最后的一节课的时阵要甲大人讲的。啊，咱即马这节课要到这个所在结束，但是请大家人卖离开。因为马上这毕业式，咱总理佫甲咱讲个了，后壁上届进行上届重要，爱去翕相。你创啥吼，拢总甲暂停啊！迄、那个相一定爱翕，迄、那个头爱照出来，很要紧，好不好？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这边吼，伫遐坐遮久，啊坐甲尻川背足酸个，对不对？这我拢知影，但是呢，我相信恁一定有价值，有得到物件。今日谢谢，多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站立！